今天是农历的大年三十，也就是农历鼠年的最后一天。但是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应该已经是新年了，所以在这里祝你们新年快乐 ，Happy Lunar New Year。然后今天这个视频应该是鼠年的最后一个视频，因为算是第一次在国外过农历新年嘛，然后准备记录一下一个人在外过农历新年，也就是一个人的年夜饭。这零食，晚上准备的牛肉卷零食，消化牛肉丸也是丸子，还有就是什么，然后蔬菜我之前已经买好了，所以就没有买多少蔬菜，然后我们就等着晚上开搞。先让这个丸子过水煮一下，然后好，现在你们看到就是我的年夜饭了，就是一碗普普通的麻辣香锅，
然后我们现在端过去吃吧。新年快乐，干杯！虾滑，牛肉，可能有点老。鱼饼。花菜，番茄，关键一整个都会自己脱皮。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。